33岁杨幂星造型好美，罕见黑色开叉裙配红唇，这打扮太惹人眼。近日，女星杨幂作为代言人受邀现身参加某品牌的活动。虽说现在娱乐圈涌进了不少新生小花，但杨幂的人气和热度依旧不减，看她在娱乐圈还是有一定的位置的。现在的杨幂依旧很受品牌的青睐，经常会有品牌官宣她作为代言人出席活动。活动现场的杨幂身穿一件黑色的抹胸开叉裙，造型丰满性感，红唇搭卷发，这才是杨幂所适合的风格啊。照片中杨幂身穿一袭黑裙显得特别的妖娆性感，手持玫瑰带来暗夜里的极致诱惑，真是绝了。33岁的杨幂依旧还是那么美丽，而且她真的很适合红唇卷发这样的造型，高贵大气又显得很性感，身材也是特别的完美，身穿黑裙霸气十足，又矮又撩，这样的33岁的确很让人惊艳了。杨幂的颜值在红唇和卷发的衬托下更加宛如暗黑夜中的精灵一般耀眼，